是一样的。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开箱。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的改变收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收音呢，如果你一个声音。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改变收音这一件事情。那你在成音组在现场收音的时候，你都需要去调整你的 gain， 就是你的声音录制的大小声。那这个动作到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了。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超。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一件 ，Hi, my name is Kai Won. 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收音这件事情。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一件东 ，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 ，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像是我们现场收音肯定就要调各种 gain 啊， gain 就是调整你音量的大小、输入的强度这样子。那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呢，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工作流程。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工作形态。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减轻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小小的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要调整 gain 的现场。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减轻收音。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的各。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就是。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遇到的各种问题。像是你现场收音呢，正常你都会去调整你的 gain 嘛 ，gain 就是增益，增益就是你拍摄。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拍摄的。
收音。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摄时现场收音的工作内容。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